炮是醉。今天进我们的拳皇酒吧原版那个时空解说，这一场依然是中韩大战，巴克亚是晒太阳对战韩国好鬼，但依然是两个模式间对抗，前前双奈落接一个前斜重腿，哇，开场居然修起来吗？看齐家车被打蒙了，经过前斜的比拼，第一波开路前前过来，哎，再次闪神，好犀利，又是个前斜奈落，出其不意，齐家车想抓，再次被奈落倒地。说是那只怪还是被抓了，但是齐家车这个血量还能翻盘吗？其实无敢上天，接一个拢车，落地草厅再次集气，前前奈落接一个重腿，直接完事儿。接着来看下一局，这出招总计出其不意啊！刚才还在集气，后面就来一发奈落，让好鬼是非常头疼。然后看陈国汉能不能稳住他，转锤地波，地波开路再来一个地波，但是还是被砸，砸完以后陈国汉继续向前 CD 走上一下子，哎，下半一转接转锤，咕噜接着再接一个转锤，草丁地波开路还是被转了一下子。转完之后来看草丁该怎么办，地波再开一下进行集气，集气奈落，哎，陈国汉还是用这一波转锤进行发，进发威，但是不料被陈国汉抓到，这点血量超逼大蛇地裸了，完了，裸这个大蛇地可能成为最大破绽。现在陈国汉上去一把雷柱将他勒死。接着来看下一局，下一局看巴克牙齿的这一个雅典娜呀，也是非常强的，在 EX 模式下雅典娜显得非常灵活，出波集气，一气合成集满了一颗气，现在是时候使用大招了吗？我们来看能不能抓到机会，凯雷锋，哇，被扫到，出波，再来一次，也没有连住啊，刚一个 CD 再次一个 Zeg 风，反面接一个轻手，陈国汉非常机智，现在下半一套一个转锤，不发动强攻了，但是远距离的话也得不到任何便宜，凯雷锋，轻腿下盘，哎，再次出波。就这么打的一个牵制啊，感觉 EX 模式还是很吃手速的，比这个 AD 模式要有这个超灵活的手速才可以啊。接着看第四局，第四局看好鬼的猴子出场，看猴子这次怎么玩，前跳一下被重腿踢到，然后跳重腿对手再闪出波压一波，哎，猴子还想向前冲刺呢，但雅典娜还是犀利程度不减，然后猴子看怎么办，前前前前圣龙，好机会来了，连招接上去接必杀，这一局好鬼的翻盘机会来了，我们看能不能翻盘呢？哎，空中想撞，差一点就被撞飞起来了。刚才雅典娜正好是一个起跳状态，轻手闪现被 CD， 反边压上一套，一点血，还有一点血。我们来看，来一个头上挠，直接送走了。雅典娜已经是不行了，是一点血的情况下。接着看第五局的，第五局看最后一个布莱恩，前面两个人物非常灵活，后面一个人物是大爆发，这种前进手搞。我来看，再来个空中摇摆，一点血头没有抓到，一点血的情况之下，猴子还能稳住吗？再刺一下，哎，连刺，再刺，布莱恩集气，一脚将他踢死。大家来一波点赞转发收藏，我们下期视频。